就你会接受比自己年纪大的女生吗？可以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三十送江山。送江山？哦，那个不说了，我去给我女朋友过六十大寿去了，过六十大寿去了。拜拜。你迷人的眼神俘虏了我的心，我想再见啊！谢谢我的好娘子啊！走，我先没有勇气和你说再见，难道注定爱上你最后伤的是自己？难道注定这一切将是回忆？你的心不属于我，为何和我在一起？是不是因为寂寞和空虚？我们很开心很快乐，耶、如果我爱你，老婆。得不到你的心，就算得到全世界也不开心。我想问一问你，能否爱我一次？遗憾我并不是你唯一。如果我失去这一切，能换来你的真心，就算失去全世界也不伤心。那我就是最重要的礼物，心就会在一起陪伴。可怜我还一直为你做主。好嘞，嗯，哇，嗯。